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好嘞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爱有精神啊，上课爱有精神啊。上课度过个夜昼。会拄久的哦，好，我要讲，互恁袂拄久哈。来，即摆开始吼，希望与等待。各位知影即个题目吼，希望与等待吼，我就来希望啥，顶第三个吼，我就来做清楚。迄、那个法国有一个大作家，叫做大仓马。还有另外一个小仓马哈，小仓马有写一本叫《茶花女》啊。那大仓马呢，有写一本哈世界的名著哈，叫做《基督山恩仇记》《基督山恩仇记》。它里面一个男主角哈，叫做 Edmund Dantès。这个男主角本身吼，本来是个状元啊，一行船的吼，啊，这命运的安排啊，伊走到迄个圣赫勒纳岛吼，就是迄个关迄个拿破仑的所在遐吼，啊，无代无志，拿破仑有一张批寄伊铁灯啊，迄个某一个所在安尼吼，结果代志破，啊，用监禁。伊个未婚妻吼，和一个检察官吼，甲霸占伊。然后呢，有足济人用这个甲叫甲害甲刺了。啊，伊讲我是一个唔捌字个行船人，我哪会知伊个配是虾米货？所以伫内底拢总前后坐十四档吼，第一个岛吼，一个岛坐十四档，但运气较好。伊来咧拄着即啥呢？即、這个爵士，即、這个新书啦，啊，够有钱啊！啊，即、這个内底吼，拢传授即个专员，迄、那个专员吼，即、這个邓铁石吼，传授的学问啦。伊还佫教伊吼，免啊做新书啦。佫上重要就是讲，伊要出来以前吼，有一个宝藏。画图予伊，啊叫出来了去找迄个宝藏，唯有找到。原来腰身这边吼，叫基督山，伊这边的伯爵吼，伊开始计划啥呢？计划免啦，免啦报仇吼，因为因的未婚妻有一个检察官霸占伊，啊，所以出来了后呢，就是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足精彩，这本册吼。作精彩，原来到尾结语就对了吼。规本册我看了时吼，拄好有一个人生活在希望与等待中，用 N N L 时吼，可以伫来咧十几档的时吼，有活落来的活力啊。伊希望有钱安怎，他要等待哪一天怎么样子。所以咱呢，生活伫台湾这个所在吼，有时候就想象。所以我把迄个册内底的主题题目的时阵吼，重要的甲念出来。我们生活在希望与等待中。咱长时间拢互着外来的政权，和不公不义的政权，来中华民国国民党，甲咱阿爸侵占即个家。要甲咱乞食官庙公这种方式的，对待咱所谓讲托为祖国怀抱，咱的这善良的本土的单人，伫咧长时间呢，伊吸咱这空气，食咱的水，食咱这米，伊全世界最大的难民啦，难民潮，对中国用挂出来，
来即个兄弟，联合国也记录，这是一个上大的难民潮走来咱台湾。咱台湾一个好心甲收留，但毋是呢，因是用枪过来，你干哪？用枪霸占的心了，用什么姿态？用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过来。啊，所以来个脚踏侮辱领地，所以过来时阵呢，全台湾各所在拢是像安尼。抢啦、强啦、干啦、杀啦，所以造成全台湾的民怨。所以这点的是，我伫细汉呢，听阮阿妈，阮阿妈咧讲的时吼，阮三阿哥吼，拢互保持相当完全。我大汉较知影讲哪呢？阮阿妈讲吼，迄个时阵，阮三阿哥若要出门吼，拢叫我黄连啦，黄连才知影吼。拢抹面、抹手吼，抹甲黄酸黄酸啦，迄看起来就像个破病安尼啦。吼、哦，结果是吼，阮三阿哥保住非常安全，拢无遐中国兵会当个糟蹋啦。我、看到咧下马咧，看个大拢黄酸面的啦，甲像成气流安尼啊。吼、哦，我大汉的时候讲起，阮阿妈真正真脑筋一流的，虽然伊是安那咧。穿迄个三寸连啦，你知影吼？三寸连，阮阿妈啊，甲那绑迄个绳啊，迄个插迄个尖竹啊，迄种吼，啊那咧洗头毛吼，吼，我讲只笋啊，甲倒热迄个倒热，你知影无？迄偌长诶呢？过啥呢？迄个那咧迄个洗卡就对啦，吼，迄个裹脚布吼，迄长吼，规只德哥吼，规德哥都披迄两条布就对啦。所以从细汉哦，一直咧看先哦，阿嬷在遐那有智慧啊。啊，所以中国兵啊，伫咧交谈的时吼，阮大人甲阮一个阿叔，阮老爸第二个，啊，我咧第三个，阮咧阿叔，伊做医生哦，要共往诊啊，处理的时呢，落中国兵啊，变变，无像是医生，医生是无啥物敌人，无啥国籍的吼，主要有病人伊落去看。但即个中国兵也是无咧关节就对啦吼，咧拍一门，啊个在本身医生呢，伊知影要那个救家己啊，所以伫咧爬家己墙啊边吼，靠伫墙啊边，家己想把机会。迄阵也无咱行动电话，也无秘密扩拢总无的啦，等待人来救，啊段好运啊。伫阮的后边吼，有一个早时啊四五点爱顺残水的吼，哼啊段行过遐啦。看到阮阿叔个身吼，阿底下点点嘛，你袂啥讲话啊，加用手臂啊。迄、那个顺餐水个伫阮阿爸伊个看，哇，内底鬼拢毁了对啦。从走转来阮家吼，甲阮阿妈讲，阮阿妈了总动员，吼、哦，我印象足清楚个，把阮老爸、阮其他个细汉叔啊吼，遐段拢从啥叫老爸吼，去贴迄个被单啦，被单要创啥？回到做红十字吼，迄、个布叫阮一个食吼，在门口顶收一个的哥啦，哦，为收的哥啊，为爱摕红哥，迄仓库内底吼，你卖过吼，你无过吼，拢有红哥分遐啊。所以阮老爸用安那拢写红十字吼，啊的哥甲用起来，佮叫阮一个食吼，去用一个门市板呐，门市板怎较早无迄个担架嘛，啊用迄个门市板。迄讲着门市板，迄吴伯雄因爸啊吼，用吼国民党迄个时，硬用门市板扛个啦。啊，所以吼，遮个拢好势啊，吼矮矮点点啦，吼啊迄个红十字迄样加头前，阮个正十个孙啊吼，高囡仔拢对个壁。惊啥呢？惊个中国兵也是，毋捌是兼无声个吼，佮有受伤点个，佮安吉湾就空来了，红十字吼啊一大堆伊啦。我咧去搞，阮阿叔讲诶，从讲伊伫咧寿山公园吼，甲咧民生病院，到尾医疗好。做这段咧，阮从细汉一直看迄落。中国兵过来时阵吼，抢强干杀所有二八事件，为虾米成个火烧高寮？其实二七暗，一个伫延平南路迄、个卖粉迄阿婆啊，毋知虾米缘故，和一个迄落公卖局诶迄中国啊。牙签啊，扁啊！迄人的时吼，为一大人啊，来看了咧真暗啊。过早的时吼，迄个人愈围愈侪啦。
这个时阵吼，我骑脚踏车，我用走的，世界安尼团工，咱台湾人的是阿婆阿婆，无五号，即中国阿拍死安尼吼。伫咧北部、中部，阮高雄是三月七五，甲团了来高雄，你知？所以演变啊，叫做二二八事件。其实代志是二七年就发生啊。所以了先，阮在咧收大呢，是个种机关呢。较早交通不方便了，包括联络电话也不方便。那为什么这个事件全台湾从迄个那呢？迄个点一个火是规拢烧起来呢？所以我想啊，原来中国兵啊来台湾的时候，接收伊全所在拢中下呢，当作拢伊的啥呢？拢伊的战利品，佫无电啊，啊佫有啊，佮当作伊的战利。喂喂喂。你管我来讲起，电力太足。喂喂喂，过来啊！因为我本身可能发电的款呐，啊电个冲过吼，又无时间吼，无我来讲吼，伫内底用电的经验啦。啊电的经验吼，话拢问我讲，啊电的什么滋味啊？我讲袂出来呢，用文字用讲也讲袂出来，话就是恁家己电看卖了啊。所以中华民国来伫台湾的时候，我咧讲吼，好像啥呢？好像含咱台湾都咧制机械，驾绳啊，大家听有无？驾绳啊吼，迄个驾绳啊，我一个灵感哩呐，因为我去年吼，迄落走去后边两只驾绳啊，啊咧饲个蛋啊，迄个暗吼，一只迄落那脱本自由啦。我可能咧鸟笼内底吼，奇怪，伊个脚拄起、拱拄起，啊，拢走出来吼，走食出来。我四个吹呢，包括啥呢？便所也吹，客厅也吹，啊，迄个厨房也吹，拢吹无。啊，奇怪，啊，即只都明明伫安尼即个环境也吹无。啊，所以我就放弃啊。那等你四个时的草吼，片了有啊安尼啦吼，都放弃。不然四个月了时吼，即只驾驶我唔捌。诶，波西亚等伊，都有代志要等摕资料吼。电话拍到，走在你客厅啦。嘿，我足奇怪，安那找无，家己撞出来啊。了后我赶紧就用迄个甲砍的吼。啊，我问之后，迄个卖家生来讲，嘿奇怪，也无食，也无迄落，啊是安那个，突然间走出来吼。伊讲迄几个月无食，把紧啦。但伊欢喜在暗的所在啊。吼，安尼我就知影。但是两日后呢，足奇怪。这只迄个那呢，一离开迄个壳，拢射出来。我想可能惊入外款咯，什么人吼？这如果无甲吹只电风看嘛呢？其实拢假搞啦，咱唔捌啦。迄个是啥呢？喂喂喂，奇怪。喂喂喂，吼、哦。其实啥呢？伊吼已经无同种啦，爱吹较大壳啦。安尼开始让生活啦，啊，咱头唔知呢，吼，啊唔知先吼，啊奇怪，啊个说出来是咩啦？个吹电风，啊是讲啊是八多幺年啊，我几熬个一下捧过家呢，结果呢第三只了，总跳伊啦，一跳先咯，喂喂喂喂，喂喂，我可能讲他些声，无这电啊冲过呢，结果安那呢，迄、那个。总是哈，我伫想讲，嘿，啊是啥物问题啊？我去找一下呢，找伊几号门迄个讲啊，一奇怪爱出来先咯。我想可能八多幺，啊无是啊热啊啥物诶？你可以讲，唔是啦，迄是要找较大壳啦。啊，所以找无先吼，伊就咧拢死伫外口。吼，我去年也想讲，啊原来中华民国。这个壳就是含即马台湾所有台湾男人民咯，结结做伙啦，嫁死啦，相依为命啦。啊，这个壳袂大呢，但是咱台湾的母体会大，你看啦，咱本身的本台湾人就是迄只嫁死会大，当大到适当的时阵呢，这个壳无能容纳，安尼拢死。哎，大家听有意思无？急死就是即马，哇，佫无电啦。喂喂喂喂。喂可能袂使伤过大声，叫我唔通伤过激动啦。啊，要激动，佮电佮无去啦。
原来就是这个道理吼。啊，所以我咧想讲，系啊，所有即马在野党内底，拢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咧运作，因要想尽办法，互恁选举，你参与选举了时阵哦，恁拢会得到真大个利啊。选有到，你就吃大块；啊，选无到，吃小块。互相作为三甲来称咱台湾人，啊，咱拢唔知呢。啊，我以前老参与过啊，啊，包括各家干啦、干光桥啊。但是呢，冤枉路行几十冬，因为这个我拢改革咱台湾的今日正常国际化的地位啊，拢无多嘛。但咱的所受的教育，和咱的册，和咱的资料，拢无一项安那呢？喂。联络咧，拢无一项安那呢？忽然知影讲，啊，咱台湾的地位是虾米款呢？所以当我了解到咱台湾民政府的了时呢，啊，为了这条路啊，啊，为虾米几十档来这是，卖讲国民党遐啦，包括咱的台联也好，民进党也好，啊，伫海外台独联盟，咱本身台湾人足优秀的人。有读博士、学士、硕学者、教授，嘿，拢无敢指点路，你知影无？啊，为甚物看呢？所以咱的秘书长，伊率领咱党民政府过美国的时阵吼，哎，佮过赢，嘿，我都唔相信呢。因为阮政治受难者是国民党迫害的时阵，我哪会过赢呢？这是最近几档的代志了。有台出钱去过哦，来过无？负责去过的呢，一个偏教授的学生啦，咱莫讲卖讲什么人，结果到底是安那？美国政府呀，反而无接收，还是咱过的内容标的无同，拢无交代，啊，反正就各输了各输啊。所以当咱的秘书长来到过赢时，我奇怪是标的无同吗？我来给了解哦，我来用战争法、用人权、用国际法、用旧金山合约。这旧金山合约是一个罩门，你知无？是中华民国一点都无可能知的罩门呐。我有迄个读迄个研究所的法律研究所的朋友，啊，佮兼做律师的。我问讲，啊，恁伫校敢有读过迄个旧金山合约？讲无，吼吼。原来国民党系拢甲恁砍掉的，互咱读的拢啥呢？拢是啥物开罗宣言呐、啊，啊波茨坦宣言呐、啊，拢讲也嘴公公遐念念啦。那旧金山合约是经过四十八国家在签的啦，迄个法律的位置是相关的啦，国际大家承认的。喂。啊，所以这点了啦，我是不怪，这不是讲我尔，包括咱所有在座的。拢伫国民党教育内底时喏，拢被蒙蔽。我们台湾的历史呢，被扭曲了，被暗藏起来。啊，所以吼，内心知个台民政府了时，我就专心投入。我把以前参与的，包括建国党啊，或台独联盟啊，或台独，我是海外的，我属于海外参加的，唔是咱伫咱台湾参加的。当台独联盟是啥呢？是我出来了后，我继续六党的控制，袂使出国。以后机会了后，我拢去联合国抗争。啊，这想想，啊那是作功的。迄联合国唔知要抗争啥话，你干啦？我搁走啥呢？喂，这真费钱呢，这是不是？喂，联合国，我搁走中国大使馆抗争。啊，这想想，我唔知抗争啥话吼。我代表之一啦。喂，走去迄个中国大使馆吼，伊娘走了了，但留一个美国学生咧伫迄个门口吼，咧接阮的抗议书啦，对无？啊，即摆咧想起来，阮是做幼稚呢，安尼台湾中国都无关系啊，啊是安尼抗议啥呢？啊要抗议啊抗议美国，咩啦对？啊咧抗议中国伊哩啦，啊即摆较知影。所以无怪中国人要插人走了了啊！你要控制啥位啊？啊，其实咱台湾都唔是伊个嘛。所以，若不是中华民国的，
小等的时候，我会阁讲一点吼。啊，所以我伫海外就参加咱台独联盟，以前也是为咱台湾要打拼，阮在追求是要台湾独立的，但这条路去碰壁，甲即马台湾民众较知影讲啊，法理上咱就无能独立嘛。喂，喂，咱是共同做伫台湾乡。怪怪呢？关你也是安怎？啊？角度的关系啊？阿彪听下无？有吼，好。迄个，阮伫联合国抗争吼，老实讲吼，迄阵啊拢有一个信心啦。你讲咱台湾发声，互世界知影讲吼，咱台湾人要创啥货？啊，计拢计了那咧，即摆想起拢计了那咧。因为台湾本身的所有权都毋是咱的手内，所有权都毋是中国啊。而且美国哪敢啦干啥呢？伊占有权呐，又管他权呐，因为技术大战是美国吼来轰炸咱台湾的。啊，所以你占了国的时阵吼，啊无代无志，钓遐笨蛇怎解说来即个暂时夺冠？啊，一冠拢无要走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就造成咱岛的命运。我讲咱岛的命较凄惨。当初麦克瑟伊人卖越岛攻击啊，伊个主导攻击，就即个岛攻了，我话迄个攻力得岛，军事上大部分拢是安尼啦。但是呢，哎，奇怪吼。可能我讲个较激动个款啦吼，啊，所以迄个越岛攻击直接呢，要攻敌人呢，攻到门口定去，就发一个在屋边闹啊。那如果迄阵啊，伊安怎呢？伊来经过台湾，过屋边闹啊，安尼咱台湾诶地位可能今仔就毋是安尼啊。伊就直接占领，等于啥呢？等于屋边闹个事情。所以屋边闹个时阵呢，1952甲1972的时候，经过20冬啊。美国为啥用政治解决，把屋基纳拢去向日本，当日本有3亿外美金给美国，来因咧租基地伫遐。但咱台湾无法度用这种政治解决，因为咱用法律的，法律的。啊，所以咱台湾苗人有经过这个波折了的时阵吼，老实讲，有当我咧想啦。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了。若无咱的秘书长，控两年迄个过美国的时阵吼，老实讲，今仔台湾的情形要变安怎，也无讲像咱目前所看呢。所以今年是降五年，我旧年就讲啊，这足奇怪呢。降五战争的时阵，好不？咱台湾朋友即个挂大日本帝国的时阵吼，咱就讲，啊，咱的祖先的庙在变呢。120年后，今仔日今年都降五年，啊！当年过美国了，是美国爱解决这个问题啊。吼、哦，那咱无过，伊行行啊，啊！国际局势整个咧变啊。中华民国时，美国哪家支持和联合国内底，那110冬啊？为什么讲呢？啊！伊那如果讲你支持伊的一个国家，为啥美国你讲？中华民国不是咧正常国家，你较早支持联合国嘅，啊为啥唔是？所以这个问题，我伫高雄时有一个大师咧问我这个问题啦。啊，我来讲啊，中华民国因为流亡政府较早有联合国有护国权，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免是，伊为啥物无甲护国？你讲对，我讲对啊。啊，为啥物即马你也免是伊来甲护国？唔啊奇怪，你当初是安理会五大安理会的席数，你会当获冠呢？啊，你现在无人获冠，啊，我入去了，哇！你即马买就用挂出来，你买入去，人家获冠。因为安那呢？因为你离开中国大陆，台湾唔是你的领土，你不过是啥是流亡的政府，流亡的政权。当作国际局势，你代表中国，以前啊，伫西方国家也承认你，为什么？迄只要维多共产国家嘛，
共产集团啊，尤其是冷战时间、冷战时期啊，你等于讲法国是伊有希特勒占领，伊无啊，迄个法国希特勒占领了时呢，流亡政府伫伦敦啊，来对外，我那是代表法国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呢，迄个英国伦敦，那不是你法国的呀？但是为什么伊代表伫搭？伊讲我那个代表法国。今仔中华民国伊用赶出来，流亡咱台湾不是领土，但伊伫只啦，伊要代表中国啊。所以呢，美国迄阵啊为着落去的呢，迄个为着要哪呢？对抗共产集团，所以支持。在迄个国际局势整个变化，在1970年的时候呢，有阿非33个国家叫第三势力国家，伊甲美国讲哦，地图拍开，无论人口，无论土地，这个所在拢特别要占五分之一。为什么伊无代表中国？何止个小小吼，希望干脆台湾的所在要代表整个中国？你美国政策若无改，阮阿非33个国家。我要支持共产集团呢，美国拢因为检讨，所以把整个政策从调整，所以派郭伟清来甲蒋介石讲，有时势变化，今仔日你要代表中国，已经吼无多无你安尼讲在啥呢？讲在普通海洋国，你的管辖的所在绝对是台湾偏哦，佮另外迄两块石头看你袂无。今日叫他若无话，就金门马祖，你就中国；啊，若无你就规个叫做中华民国友好的统合官，这吼，奇怪了。啊，再扫低一点看看了，看嘛，还是角度问题吼。那讲过我那个无声的吼。啊，所以，迄个讲了半代，蒋介石讲啥呢？讲汉贼不两立，这大家这段历史就知影吼。但迄个阵啊，中国迄边的周恩来呢，伊答应，为什么呢？伊赶紧要去国际社会啦，所以在那看这個台湾所在瀑布啊，无这个台湾哪把劲啊？啊，所以去不去哪把劲？讲甲美国把劲，但是这边讲汉贼不两立呢，我的台湾带入新的一个命运内底，比这政治上是国际孤儿、国际孤儿，一直甲进呢，啊，拢一直咧欺骗咱。特别那个要反攻大陆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把大洋灌出来。所以话呢，唔知啊，讲是退出，那是用枯条啊，也唔是咧退出的。所以你是那呢，无实在，无实地嘛。你台湾唔是你的，你知影无？啊，所以我听了讲的，迄、那个假神也是了原来，因为这个那呢，迄个芝麻巴是伫咧大是，你咧靠中华民国三只岛的，吼、哦，当然呢。那继续的对啦，吼、哦，这真晦气呢，这样。那继续的时阵，喂，啊，这个角度问题吗？阿伯看这个拢会突然间无声的，还是叫我当中讲。哎、啊，你阿伯看啦，我听下吼，小祥你讲，两面断断续续，断断续续，你看。那个。大家忍耐吼，较忍耐嘞。我讲个来忍耐，大家忍耐吼。较念伊无声，即个我唔知啥原因啦吼。啊，念伊有，念伊无安尼啦。啊，所以，伊连阿郭时阵用赶出来吼，啊，一般人对这无清楚。我用这個问题讲，啊，人捌伫代表全中国啊，但伊代表管理用初代呀。迄、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初代，所以伊就无伊啊。所以中华民国死两届伊啊，一届伫1949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蒙牌伫南京遐，过伊老去中国佚佗的时阵咯，你南京看卖，伊有中华民国蒙牌伫台遐，吼、哦。啊，第二个时就联合国迄种挂出来就变死啊。第三届呢，第三届毋知死里对毋知吼，大家当拭目以待啦吼、哦。第三届。爱离开台湾就对了，离开台湾哦。所以我讲，这个中华民国，当伊这个卡无伊的时阵呢，多好啥呢？
有一个多适当，就是咱台民政府呢，多台民政府呢，会当来啊呢，和整个台湾合作会，换中华民国这个吼，换中华民国这个壳就对啦。所以咱台民政府呢，就是带动。喂喂喂，就是啥呢？中华民国甲这个时阵多好，这个卡无去，话什么？话咱台湾民政府啦。迄个美国伫咱这来只叫蒋介石来过家的时阵吼，我伫想啊讲，啊美国好像一个牧羊人呢，牧羊人你知影吼？迄牧羊人的心哦，拢滴一点无啊，啊举一支锤啊，咻咻咻，害嘞害嘞吼，拢伫树啊，甲遐咧啥个呢？迄看吼，看迄只牧羊狗吼，咧赶遐羊啊啦，唔免你本身也去锤啊去赶，拢叫牧羊狗啦。咱台湾就好像一群羔羊了，就羊啊就对啦，做好管家羊啊。早期的时阵，美国是叫蒋介石。来管咱只羊外心咯，最起码美国下属啊，讲落下个意思啊，我要维多共产国家，啊，你甲管了就袂歹啊。虽然有一只羊外心咯，吼、哦，较迄落，啊，结果呢，因为照面目个心吼，杀一寡羊啊，啊那呢，一寡羊个受伤，像阮这啊，阮较早四只羊外心吼，一坐落了坐十五吨啊，吼、哦，阮只羊啊滚。但是呢，甲今仔日先去看，这个牧羊狗的时阵，对于这群羊的时阵吼，不但脚踏停地了，佫有想啥呢？有企图要甲咱这群羊啊买对呢，买隔壁庄啦。这美国这牧羊人看在眼里啦，安尼哪会使？那在继续和你这条牧羊狗的心哦，来管咱这点羊啊！啊，各位，迄牧羊狗多含只嘛，迄个名吼，迄下属下属呢？迄下属下属呢？哎，迄只狗咧管只羊啊呢？啊，所以我咧想讲吼，这时局的变化，上重要关键在哪里？在咱因为必须要抓咱个别狗。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你知道？今若要告美国，美国的法律不是好过的呢，法律不是好过的呢，对不对？伊也不是讲哦，咱台湾写讲，迄律师哦，啊，现在穿一件黑白龙军啦，黑白郎君啦，你记袂律师迄身衫哦，黑会使，白会使就对啦。法律你啊钱来，我就替你过啊啦。你台南帮会不管的熟悉也好，有钱啦，我就替你变啦。在美国唔是安尼呢，美国的时阵吼，因法律经验哦，你袂当滥诉讼哦，哪一时恁的资格啥物拢吼，拢打问号，有个注销伊哦，所以你必须按来讲，最起码五分呐、啊，你知道？所以咱咧咧过时阵吼，啊，咱必须定准备作些资料，即找律师，找几档诶，开催着讲啊，无资料过来看嘛咧。做了看，吼、哦，啊，佫欠东欠西安尼，富贵东安尼，看做了是讲会使，佮过来，啊，过来爱钱呢，过来吼爱钱诶，啊，钱咩啦？要动心来停，我一个县长诶吼，吼、哦，伊赶紧哪呢？从土地迄地啊150万呢，赶紧互咱去过呢，你看有甘心无？所以爱台湾呢。真济人，但是你看安那表现啊！所以伫美国开始咯，各样一心二心的心，拢真真明显。现在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新的政府，美国也个是只占领国，而且再来国民的美国政府啊，按照咱啥原告的诉求，伊爱履行有责之任，有咧义务来安那呢，来完成咱各所人的原告人。就是咱台民政府，啊，你必须得有率领的这大家，就得让原告的对啦吼。所以美国关于政策过来了后，是开始美国政府的心咯，伊要叮当。
你若无过就无叮当，过了到就开始叮当。国粹就是这个部分，我老豆必须你甲恁说明，我唔免说明这就对了。啊，所以恁来看，其实真正作些变化，甲今年呢，你也看哦，甲年终了真大变化。我讲咱当初到美国的时阵，咱就来较优势吼。我咧讲有两个强项啊，一个强项就是咱华人来对，另一个强项的对呢，伫国防部。咱有两个说的比较弱项，就是国务院甲国会，因为当时间中华民国呢，拢含这两个单位咧盘乱，拢含这两个单位。有咱台湾人纳税人的钱呢，迄个含只盘乱，台湾的部分干部也沾不上边呐。所以这两个咱的强项，但是呢，为去年开始，咱两个弱项哦，慢慢一直变成强项，你知无？第一，咱从各甲要最高法院的时阵，国务院放弃抗辩权。放弃抗辩权，伫美国换你的是讲，好啊，恁王阁下我都认了啦，吼、哦，我都认了啦，我无必要答辩啦。伫这个意见的时阵哦，国务院拢讲这是政治问题，但换你来讲哦，这不是政治问题，这是法理的问题啊。啊，所以当美国放弃的时阵哦，咱本来弱项哎变成强项了哈。搁另外呢？本来国会咱都无虾米哦，哎，老实讲，但是因也真重视吼，有一寡咱看袂到的，一直到去年、去年啊，8月26号的时阵，美国国会因为这个研究小组的，他怎么样？他怎么写标题啊？讲叫一个台湾，一个中国，人呐，一个中国政策的演进，吼，一个标题写呢吼。来这时呢，对外公开了对啦，再度重申，哎，再度重申我意思的哦，也那讲你知道不？等于讲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啦。这点的时阵哈，当然就大力拍破了哈。这个国会时的对外。伊就讲一声吼，就是表示啥呢？表示个昭告世界吼，就讲台湾的主权唔是迄两个中的啦，不是那两个中的，吼，而是主权在哪里，伊并无进一步说明。但咱呢会知影，因为安尼时，伊宣布的那时吼，咱看到内心会真欢喜。为什么？因为伫原来我们认为比较弱项诶。起码那是变成强项来，所以呢，目前咱台民政府就是这大家所言呢，有四大强项，所以咱台民政府一定行的就是这啊。所以我为什么用咱的题目，咱的题目用希望与等待。我们希望什么？咱希望中华民国赶紧离开咱台湾啦。这是咱最大希望。我们等待什么？等待地方政府接受了时阵呢？稍等，来个有电来看来。来，我们等待什么？等待地方政府离开台了，我们台湾民众来接见啦。搁剩几分钟哈？我那个标准时间都看在8:00哈。因为，所以今天吼，今仔日有人国会，咱全国内底南北二路都赶来这台车，这个电招意义只有必须等于功劳啊。但我讲国会就对啦，不管你来自何处啦，你用什么心态过来，你是看网路的，你是朋友同二代介绍，咱不管。今仔日共同留了这个好运。内底接受台民政府的时候，作为共同行这条路的时阵呢，就表示啥？表示你，这袂晓想过大声。
表示各位安那呢，拢有迄个幸运来含咱的秘书长，含咱的台湾民政府共同写下台湾最近进入意义的历史的一页。哦，多谢各位。